呀，这里是经编部战史科，我是关注人类乱局领不出头绪却又喜欢掰扯的云北。中东肥沃新月曾是文明的摇篮，如今被称为混乱之地，政治、宗教、种族主义搅局的外国势力让这里空前复杂。近几日地区强国伊朗家又出现了点小麻烦，牵动着世界的神经。观之如今，伊朗的空姐是这样的，一种异域风情的美。但回忆往昔，伊朗的空姐曾是这样的，一股浓烈的美式自由风，为何出现如此变化？这事儿还得从国王时代说起。近代伊朗遭到了英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百般蹂躏，于是1921年乱世中走出一位爱国军人老巴列维，顺势发动了政变，自任国王，开始了复兴的追梦之路。他想效仿凯末尔式的变革，实现伊朗的现代化。他废教法，行新法，选派人才留学欧美，最重要的是提升妇女地位，并禁止女人戴面纱。反对有兵在，哪个不服抽牙的。此外，老巴列维还是一位颇为中二的国王，喜欢德国，那就请德国技术支援。为了二战大义，要送德国人回家，偏不。然后老巴列维就被盟军关了禁闭，儿子小巴列维继位，所谓子承父业。小巴列维一如既往的支持世俗化改革，他背靠美帝推行白色革命，改革经济，赋予妇女选举权，提倡平等。如此伊朗经济飞速发展，民风开放，军力日盛，其购置的诸多武器即便是今天的伊朗还在用。正所谓步子大了总会扯着蛋，小巴列维推行的改革只富裕了部分人，普通大众日渐贫穷，对国王怒目相视。宗教势力继续一如既往地反对世俗化改革，而国王一手培养的西式人才却愈发不能容忍专制制度。如此小巴列维遭到了其父同样的命运，被伊斯兰革命赶下了台。新政府废除国王的改革，规定妇女必须佩戴面纱，并鸣枪驱散了抗议的妇女。顺道悲剧的还有爵士、摇滚等带有西方印记的事物亦遭到禁止。此后换了一番天地的伊朗也换了一番气。